能付得起钱给叶白露买车吗？不会，还要叶白露自己付钱吧？真是天大的笑话。我自己有钱，不用他给我买，娱乐男人照样能活。叶大小姐，这不是靠男人不靠男人的事情，是看你男人有没有这个能力。我看他吃软饭的废。我看也是，连自己老婆想要的东西都买不了，就是个废物。我就算是个废物，你老公也不过就是个啃老的蛀虫，不就是个富二代吗？拿着父母的钱去泡妞，很骄傲吗？也没什么本事啊。我说你个废物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说我？我他妈给你脸了是吗？怎么被我说中了？你也没什么本事。操！屁！别看，不好意思，招待不周，请问几位是开着哪一辆车了？我说你们店里怎么什么人都往里放啊？对待顾客都没有标准吗？他这样的能买得起车吗？不好意思，这位女士，这位先生，我们店对待客人都是一视同仁的。我可是大客户，我现在让你把他们赶出去，别在这碍我的眼。这不是为难我吗？我指着这份工作吃饭呢。你，老公。行了，老婆。别为难他了，高峰。老婆，你不就是喜欢这辆车吗？我给你买了。好。这车多少钱？先生，这车是最新款的，售价100万。100万？是的，先生。怎么，豪门少爷不会连100万都拿不出来吧？谁拿不出来？连连，你老公不会真的拿不出钱吧？你们胡说什么呢？谁说我老公没钱的？谁说老子没钱啊？给发卡。好了，先生，你稍等。看到没有，我老公有的是钱，不像你只配得上美国的电动车。对，我老婆说的对，老子再怎么造也比你有钱。是吗？既然这么有钱，怎么刚才还犹豫呢？刚才的时候我想跟你打仗，但钱太多了，是吗？我怎么看着像是没钱买呀？我告诉你，我窝囊废，你可别蹬鼻子上脸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你这张卡余额不足，不足以支付这辆车。怎么可能？我这张卡里的钱足以买下你们这家店。给，用这两张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你这张卡的余额也不够。老公，怎么回事？你的钱呢？我也不知道，这里可以分期付款吗？可以的，先生。那给我办分期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你卡的钱也不足够办分期。什么？原来都是装的呀，这下可打脸。连连，你不会遇到骗子了吧？你才遇到骗子了呢，老公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爸，兔崽子，咱们家有多少钱都不归我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手里的卡全部冻结。爸，你不能。老婆，我的卡全部被我爸冻结了。什么？也就是说，你现在一分钱都没了？是没了。以后。富二代没钱了，恐怕连电动车都买不起了吧？卡里是没钱，但是老子这儿有一辆车，你他妈也只配一个电动车，这里的车你买得起吗？那恐怕可能让你失望了，我老婆的车呀，早就买了。老公，你说什么呢？咱们什么时候买车了？放心，老婆，不会是在别的店买的电瓶车吧？你们两个也就只配两个轮子的车，是什么车一会儿你就知道了，到时候啊你可别震惊啊。这大话说出来，我看你一会儿怎么收场。麻烦带我们去看看我刚刚买的车。好的，先生，您这边请。先生，这是您的车。这车价值200万，这车要是你的，我给你姓。200万的车，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呀，
这个销售员是不是跟你们是一伙的，演戏给我们看的？你们两个一个比一个窝囊，怎么可能会买得起这么贵的车？是啊，这辆车是这位先生重点所得的，买的。什么重所得的？你们车行有病吧，拿这么贵的车当奖品啊？老公，这车真是你重奖得的？什么时候去抽奖啊？我怎么不知道呀？老婆，我刚来的时候啊，他们这儿正举行抽奖仪式呢，我就过去凑了凑热闹，没想到运气就那么好。那你刚才怎么不跟我说，还跟我一起看车呀？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？没想到半路上遇到两个耀武扬威的，正好杀杀他们的锐气。我不相信，就凭你口头说说，这车就是你们的啦，我还说是我的呢。就是你说的车是你们的就是你们的吗？证据呢？光凭嘴吗？麻烦你把我的车钥匙拿过来。好的，你稍等。哼，一个钥匙是什么证据啊？一个钥匙又能证明什么？他们装销售的哪个身上没有钥匙？一个钥匙就要骗我们？没错，一把钥匙就能证明这车是你们的吗？我看你们就是一伙的。老公，你真没骗我，这么贵的车真的就偏偏让你给抽中了。我真没骗你，骗你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这么好的车就偏偏落在你头上。先生，你的钥匙。谢谢。哪个钥匙就要骗我们呀？这车不会真是他的吧？这可真是宝马的车钥匙。你傻，刚才不是说了吗，这是车行里的钥匙，销售员都能拿得到。哦，对对对，也是。怎么样两位，这车还可以吧？一个车钥匙就能证明这辆车是你的呀？那要是这车钥匙在我手里，是不是就证明这车是我的呀？呀，车钥匙手感不错呀，不愧是宝马。李莲，你怎么能随便抢别人东西呢？我今天就抢了，你还能怎么着？现在车钥匙在我手里，我还说这辆车是我的呢。老婆，还得是你呀。怎么样，现在车钥匙在我老婆手，现在车是我们的了。你们是真没账吗？这车都是有购车合同的，就算是我抽奖所得，也有合同证明车在我名下。你们以为拿了车钥匙就是你们的了？真是没见过你们这么傻。你还肯跟我谈合同？你有合同倒是拿出来看看呀。我看啊，你就是没有。哎，那个销售呢？不会是被我看穿了，提前跑了吧？真没见过。老公，不会真骗他们的吧？刚才那个销售员呢？放心了，今天绝对没有骗你。行了，别在这装了，那销售员被你吓跑了，等一会儿这车行的老板来了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